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里呢就是御龙居的三房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吧。御龙居1998年入伙，走去何文田站呢就只需要10分钟。今天介绍这个单位呢，实用面积是792尺，原籍三房改了做两房的。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饭客厅，非常之阔落，景观翠绿远景。三房改两房的位置呢就是源于是这两间小的睡房，业主就将它二合一，就做成一间大的睡房，划分了是睡寝区和温习区的。而主人房呢就做了一个地台，下面就可以摆放很多杂物，而睡房的景观亦都是清幽翠绿。主人浴室呢就是保养得不错，改了做旗缸，而且有窗。原本客厕呢就改了做储物室，后位煤气位都在翻度，还原翻都很容易。而厨房呢就是新造的厨柜，两三年到的，新买家啱的话就可以保留使用。多谢大家看这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啦。多谢收看，拜拜。